企业提供了将士交流合作的广阔舞台。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 long history. La Chine est vraiment belle et intéressante. La gente de China es muy amable. Ha muchas oportunidades aquí. Se volete mangiare cibi deliziosi, venite in China. إذا تريد تدرس بأحسن جامعة تعال الصين. اگر میخواید در یک جای خوب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کنید حتما چین را انتخاب کنید. 我们在中国等你。大概十岁的时候，我父母推荐我和我妹妹我们学习三种语言，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我是来自伊朗的丽娜，今年17岁了，我在清华大学读本科，我会说八种语言。差不多17岁，我考上了德黑兰大学，伊朗最好大学，读汉语专业。来中国之前，很多人问我，妈呀，你会说这么多语言，你到底为什么想去中国？我发现外国人对中国的知识和认识比较少，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多么好的大学，他们不会说中文，他们从来没来到中国。学习语言让我认识正式的中国，而且还开始给其他人介绍正式的中国。现在我有自己的网站，在这个网站我给伊朗人教中文。从2020年，我们一共给500多个学生教了汉语。很多人喜欢中国电影和中国音乐，喜欢鹿晗或者王嘉尔，然后因为他们开始学习汉语。大概14岁的时候，我看到我姐姐她有这么多工作机会，我也要和我姐姐变成一个 polyglot 会很多语言的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自学中文。目前呢，我们用8种语言给人家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我们在国际的 ins、YouTube 还有 TikTok 发这些视频，主要内容就是在中国生活的一些故事还有体验。我拍视频的时候，我经常会穿一些汉服呀，或者旗袍呀，这些中国的传统衣服，他们非常喜欢这些衣服。还有呢，我会吃一些中国菜，比如说螺蛳粉这些有点奇怪的菜，我都会试试，然后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想法。在我身后就是中国的鸟巢，如果你来中国的话，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在这里主办，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透明冰场体育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来打卡参观。我自己很喜欢在中国买衣服，中国产品我都很喜欢，我在拼多多、淘宝都买东西，感觉特别方便。我这里买头巾我都很喜欢，我觉得质量特别好。我买的是两个，这两个在一起是20块钱，太便宜了。我刚刚在伊朗到中国的时候，我发现伊朗的地铁跟中国的地铁完全一样，非常的干净，然后它的颜色也是一样。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是从中国进口来的。今年呢，伊朗从中国买了700多列地铁，华为手机、电脑或者小米这些品牌在伊朗非常受欢迎。我的很多来自伊朗的朋友都非常想来中国，然后他们考上德黑兰大学，他们2年在德黑兰大学读中文，然后他们大3、大4来中国，这些合作我真的很喜欢。服贸会涵盖中度服务贸易领域，如金融、科技、文化、旅游等，它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将士交流合作的广阔舞台。中国的大学非常的优秀，然后我希望在未来我还是会在中国读博，然后在中国开始自己的公司，做那种伊朗和中国之间的一些贸易，或者中东、中国之间的贸易。